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主持人房屋阿哲，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使用空间非常大的公寓一楼。这间公寓一楼位在土城区裕民路。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使用空间非常大的公寓一楼。我们这间公寓一楼位在土城区裕民路，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只有600公尺，周边的生活技能非常的完善。先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目前这边的下水道已经完全修建完毕。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后巷。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后面的阳台，使用的空间是真的非常的大。目前我们这个物件屋龄有35年多，全幢将近有24平，目前报价是13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要58万出头。这个物件的特色就是我们本身有多了一层地下室的使用空间，早期会有所谓的防空洞，像这种地下室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由于我们这个是一楼，我们门口可以停一台私家车，使用的空间确实是真的非常的大。目前我们现场的格局是2房2厅，一卫，一个阳台，还有一个地下室。使用的空间是真的很宽敞。由于我们是公寓一楼，早期有很多住家一楼都会有外推，像我们一楼也有部分外推。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一楼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屋龄有35年多，总楼高有5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一楼，全幢将近有24平，目前报价是13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要58万出头。先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我们的公共卫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大，大约可以容纳将近有22位成年人这么大的使用空间。这个物件的使用分区是属于商业用，不管是你们要拿来自住，或者是要拿来当店面，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们大家家里有老人家行动不方便，希
像这种物件，一楼的物件真的非常适合大家来现场参观。门口可以停一台私家车，而且我们还多了一层的地下室的使用空间，使用的空间是真的非常的大。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或者是你们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是空屋，耐看都非常的方便。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卫浴的现况，像这种中古屋基本上需要多花点钱来做整修，住起来才会比较舒服，也会比较安心。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捷运周边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距离海山捷运站只有600公尺，附近的学区非常的多，有乐立国小、广福国小，还有新北高工。广福国小距离我们走路的范围大约只有400公尺，新北高工距离我们走路的范围大约只有800公尺。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房间的格局，格局非常的方正，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们大家打电话跟我联络，我随时可以回答你们任何问题。这个物件特别的优点就是我们多了一层地下室的使用空间，跟我们门口可以停车的优势。目前很多家庭最少都会有一台汽车，由于我们很多人家里人口非常的众多，像这种一楼层的物件是非常的抢手。如果家里有老人家行动不方便，像这种一楼的物件非常的适合我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报价13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要58万出头。附近的商圈非常的密集，而且也非常的集中。我们附近有玉生市场，还有学府市场，走路的范围内都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如果你们想要买一些日常用品，或者是生鲜百货，或者是大型的家具，走路的范围内都可以让你们的轻松采买。再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刚刚有特别为你们介绍，我们一楼这边使用分区是属于商业用，基本上可以拿来当住家，也可以拿来当店面或者是办公室。我们这个是属于公寓一楼，一楼本身的单价都比楼上还要高。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真的是非常的超值，进学区、进商圈，而且进市场。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房间的屋况，屋况保持的还算不错，但是还是需要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做比较。我们一楼的高度大约有4米左右，非常的高。再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外推的部分，这边是我们外推的部分，早期有很多左右邻居都会把一楼外推或者是 后面的地方外推，像这种早期的物件基本上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是说骑楼的部分很多人都把它占为己有。像这种物件也是有它的争议点，但是只要左右邻居基本上没有任何意见，我们这个物件基本上买卖也是依照我们的权状为标准。像这种外推的部分属于模糊地带，如果你们大家本身对于这种物件很排斥，或者是你们本身对这个物件并不是很能接受，基本上确实需要慎重的考虑。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基本上买卖有成，我们都是依照权状为标准。如果你们有兴趣，也欢迎你们大家跟我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我们门口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社区公园，如果你们大家对周边的环境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再来为你们介绍我们一楼楼下的使用空间，这边地下室早期的建案都会有像这种地下室，这个俗称防空洞，使用的空间是真的非常的宽敞，基本上大概可以隔两个房间来使用。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现有的屋况，屋主有做基本的油漆粉刷。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裕民路，全幢将近有24平，目前我们报价是13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要58万出头。地点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只有600公尺，距离我们最近的小学，也就是广福国小，也只有400公尺，距离乐立国小大约只有800公尺。慢慢走都可以让你们轻松的采买。我们附近有裕民市场，还有学府市场。如果你们有任何需求，当地的市场都可以轻松的满足你们日常的生活采买。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
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们大家做服务。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楼上，也就是我们一楼，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地下室，这个是多出来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好利用。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一楼的格局，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再一次为你们强调，我们外面是属于外推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七楼有外推。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目前报价是1358万，全幢将近有24平，目前报价13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要58万出头。地点非常的棒，环境也非常的好，周边的生活机能非常的充实，而且非常的完整，能够充分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需求。进学区、进捷运、进商圈，而且进市场，我们门口对面就是一个社区公园，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一楼。这间公寓一楼位在土城区裕民路，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只有600公尺，距离我们广福国小只有400公尺，距离我们乐立国小也只有850公尺左右。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捷运周边，像这种物件真的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这个物件屋龄有35年多，总楼高有5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1楼。这个物件的特色是门口可以停一台私家车，我们还有多了一层的地下室的使用空间。如果你们正在找像这种类似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1358万，全幢将近有24平，换算成一平单价也要58万出头。
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周边的生活技能非常的完善，不管是你要买日常用品，或者是大型的家具，或者是生鲜百货，走路的范围内都可以让你们轻松的满足。附近的有很多的大型连锁超商，还有大卖场，非常多样化的选择，可以满足你们平日的需求跟采买。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需要买屋卖屋的需求，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就会改成二层胶，因为最近买房子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如果你们大家方便，也欢迎你们大家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身边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